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游玩这款城市森林仙境迷城。 OK， 我们先邮件哦，阵营阵营阵营我几乎都没，我没有时间参加啦。有我空应该上来参加看看的。距离开箱三天，人家时间我实在是没办法参加，你知道吗？我下班都不知道几点了。然后我只能当奇葩了。幸运转轮切换，免费，拜托让我抽到基岩魔，基岩魔。感觉就是没办法抽中嘛。福利啊，我没签到啊。然后每日变强，这个之后再说吧。背包装备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人物这边。哦，我们已经可以继续那个下一个剧情了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我有跟大家讲过吗？好像没有哈。我技能可以转职啊，看一下。人物弓箭师30等。好，我们还差5等。我们可能要下一期才会转职吧。OK， 好。与船长即刻交谈。各位，已经快过年了，大家知道吗？今年过年好像比较早一点，1月就过年了。然后下礼拜就跨年啦、啊，各位跨年啦、啊！不过本鲁是个边缘人，没什么朋友跟我们一起跨年。我说这个杰克船长可能很像那个《神鬼奇航》那个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，太久没看了。对啊，就叫杰克，杰克。那个幽灵船长不是这样叫杰克吗？是吗？我就是那个，就是他们船上都是那个骷髅头那个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别看这艘船平淡无奇，它一旦开动起来，可是无与伦比的速度。发现自魔剑士奈多之后，我的幽灵船已经无人问津了。怎么，你想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吗？我的六音船之所以能穿梭两个不同的空间，手铐的正是一本魔法古籍。等着，我这就让你瞻仰一下咱的幻域法典。咦，我的书呢？那书不见了，还有帮你找，你线索都不给我，我这样可以找到，也是蛮厉害的。你就掉到旁边而已啊，自己不去捡。没错。正是这本古籍，哎，上面已经是灰尘满满的。多年不用，我已经忘了这本古籍放到哪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。当年我就是靠着这本书，才将魔剑士奈洛送进了魔域。你别急，先等我熟悉一下。我说，我发现一个锻炼人的好去处，你愿意前往吗？点击副本按钮，打开，选择光明幻境。左侧页面可以关好，让我们点击漩涡冲入幻境。冲入幻境，幻境要打宠物材料，他刚刚有讲啊，我忘记抽宠物了，等一下再抽。嘿，有没有我的屠城夜师在后面一直偷打？我这边好像比较强一点啊，我血受蛮多的，损蛮多血的。好，就让他打吧，我来滑手机。啊，我是用电脑模拟器玩的，所以我可以滑手机。要不然我觉得用手机玩游戏实在是手机好热哦，感觉很容易坏掉。所以我都是用电脑玩的，因为这样录游戏也比较方便啊。如果用手机录的话，我手机应该爆炸吧？用手机没有很好。炼狱拳魔，
不过这款跟那个《魂之幻影》比起来的话，《魂之幻影》会比较有参与感一点，因为《魂之幻影》一样手动，因为《魂之幻影》就是标准的 2D 很像卷轴游戏嘛，也就是手动才有快感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就是三头拳嘛，第一三头拳。好像都几乎都点到这些东西，真的很糟糕哎！不付钱就只能拿这些小飞物的道具吗？然后嘞，还要继续打是不是？应该不用了吧？这条幽灵船是由数十位魔法师用魔法木板打造而成。刚才当你进入的深渊幻境，靠了便是魔法契约的力量。幻境能量流动十分复杂，正因如此，那里汇聚了丰富的物质元素。我已经把传送契约赋予给你了，以后你可要经常去历练了。如果你想继续了解魔剑士奈洛所造出的魔法，那么我建议你去找那个人——为数部落的暗黑咒术师维伦。维珍，我们等一下召唤一下那个免费宠物。宠物在哪里啊？我想想啊，宠物商店吗？有点不确定，不是，在哪里啊？我忘记了，你就可以抽宠物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咦，给我个玉猫碎片，这边都是拿到碎片比较多，哦，又是你。进阶一下吧，吃，好，加一 ，OK， 然后我们继续吧，下一个任务。旁边打得很激烈，我是负责在吃守护的守护守卫泰勒。很遗憾，按照规定，你不可以从这里过去，除非你能通过官方制定的考核规则。要求并不高，只要你成功通过这里就行了。哪里啊？旁边的吗？哦 ，boss， 好，打这个真轻松。大家有去玩交换礼物吗？圣诞节要到了，各位，想好交换礼物要送什么吗？然后最近我看的，因为我最近也跟朋友在交换礼物，然后我实在不知道要送什么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那个浩浩跟一加一，还有谁啊？林毅吗？哎，是林啊！我突然忘记那个 YouTuber 叫什么名字了，不好意思。反正他们就是举办一个他们的那个交换礼物，然后他们回家开箱这样啊。还有那个阿迪英文，阿迪英文我有订阅，还有一个是谁啊？我记得是姓林，对不起，我要查一下。我记得是林啊，等一下啊，那我先暂停一下。好，我找到名字了，是凌晨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然他粉丝会围剿我。是凌晨，应该是凌晨吧，凌晨没错吧？然后我们就介绍一个网站，然后。他可以选一些你想交换的礼物，比较好选啊，不是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预算去选择。然后，比如说我想要买300块以内的礼物，你就会去选300块以内的礼物。然后我找一下那个叫什么，我突然有点忘记那个英文字，因为是一个英文的网站，看一下。是这个吗？等一下，哦，
他们叫 PIN Pinko 吗 ？Pinko PINKOI PINKOI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你们的预算去选择礼物，或者是一些你不喜欢的，他们会有一些调整啊，比如说免运专区啊，用预算挑礼物啊，圣诞节你应该会喜欢的，对，这些东西还蛮好用的。我礼物也是从那边挑的，然后免运实在是蛮方便的啦，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想什么，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一下，还不错用。哦，然后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浩浩收到一个，我忘记谁给他的礼物，然后呢，他的礼物是一个蜡烛，一个人头的蜡烛，然后好像你烧完之后，他的眼睛会流东西出来，因为蜡会融化嘛，融化好像流出一些液体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像红色的液体，如果是这样子还蛮可怕，因为浩浩最后没有把那个影片那个燃烧蜡烛燃烧完流出来的东西，所以我很好奇那个蜡烛是不是真的会从眼睛流出来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那个浩浩拍的影片。然后呢，我真的觉得浩浩收到礼物真的是最没用的。我看其他人的礼物都很好，都蛮实用的，浩浩的实在是超难过，果然是边缘人。好，接下来是哦，继续讲话啊啊！没想到你挺强的嘛，既然你已经有能力应付更为复杂的场面，那么我就没有阻拦你的必要。寻找暗门黑托出是为人。这集恐怕不能录太长了，差不多。哦，这是新角色吗？感觉好像不是哦，不是。你有事吗？你想找的人并不在这里，也许你应该换一个地方。你说我看着很像你要找人，你一定是能做的。你 ID 就写我要找人啊，终于有坐骑了。原来之前不能做是因为还没开放。点击骑乘按钮，骑乘成功！哇哦，越来越拉风了。嘿，我要骑这个，这个是比较强，这个比较强啊。不，我不是有这一只吗？哦呦呦呦，这个就是你啦，对图 ，Go！ 哦，变快了，变快了。走路速度变快了 ，nice， 再新奖励，啊，根本没看到，我说过我是一个理想的驯宠师，所以完全不屑和你这种之前不强化宠物技能的人交谈。哎呀，哇，你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战队了耶，你就是这个小战队的队长，而你的宠物们就是队员。我真的挺蛮期待你这个小队的表现的，请问你的小队叫什么名字？鹰小队，真是蜥蜴的名字。那我见识一下你的鹰小队的战斗表现吧。好，战斗。鹰小队怎么像佐助那个他们的队名啊？我记得佐助他们队叫鹰啊。我觉得战斗开始有点变难打了。应该是我装备一直不升级的关系。OK， 我觉得有些地图场景好像副本好像是会重复。巴哈姆特，我就觉得巴哈姆特。失去。那招转圈圈可能要靠近一点，才会打比较多人。是自动战斗和自动战斗的坏处，你没办法到你要调整的位置攻击全部的人。你这样招式释放才比较有一点效益一点。你看，像这样换大招都浪费了。
果实出现。呜呜呜呜，果然是巴哈姆特。我记得巴哈姆特这个网站的那个取名方式好像就是，是取啊，忘记是取哪边的游戏的名字的模仿的名字了。我记得是取一个某个游戏模仿名字，又忘记是什么游戏了，很经典的那个游戏就对了。不过那个游戏我没有玩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感觉蛮多装备的。嘿，哦，嗯，我快20分钟了。哎，看一下哦，有倒背包。哦，这个好像，哦，30等，来去。这个的话，好出哎，好出旧，这个出旧，这个也出旧。这个使用，确定使用。我们升级一下充能，社交充能。OK， 很多人都说我是奇怪的人，这一点我承认，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和那些庸俗的家伙们打交道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能够忍受我如此无理的行为，说明你的修养足够深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的，我就是咒术师威伦。你的问题我都已经知道了，只要你再帮我个忙，我就告诉你解救奈诺的办法。这似乎是威伦最后的考验。清扫那群格姆林，哦，在旁边吗？难怪刚才一堆人在打。哦，旁边那个好像很强耶。耶 ，OK， 打完。你很优秀，那我来告诉你解救奈诺的关键所在吧。要想将奈诺的分散灵魂整合归一，需要得到圣光女神的帮助才行。而得到圣光女神的唯一的办法，便是将圣女神像全部找到，这样才能召唤圣光女神。也许你个人能力还不足以完成这件事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接下来你可以寻找各路朋友的帮忙。要组队了吗？我是个边缘人，万事皆备，只欠东风。只要你找齐女神像，奈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日常，好啦，后面有些支线，这是什么？击杀怪物是不是？后面就有一群怪物让我打了。所以说，日常，看一下日常，领取。啊，我没钱呐、啊，哥，我没钱。好，那这节操作到这边结束了。我现在是内格是不是？啊，还没有怪兽。好，这边打50只，增长啊什么？增长15点活跃度？怎么增长啊，各位？查看。哦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好痛苦哦。好，有些是打副本，那还可以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刚刚说什么？好了，我解决这个好了。持续的战斗会让你不断增强，更重要的是，你还会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哦，是。好了。这集到这结束啊！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